古装剧不少男主都是第一美男设定，像是最近热播的《流水迢迢》，原著小说中魏昭是个姿容无双的美男子，连男人见了都会呆掉的好看呢。还有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四海八荒第一美男夜华。不过这种设定不是每个男星都撑得起。以下古装剧九位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，《流水迢迢》任嘉伦、杜华年、陈赫一都合理。 但第八位帅赢杨洋,洋，谁给的勇气啦？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一，任嘉伦饰演流水迢迢魏昭姿容无双的美男任嘉伦在《周生如故》和《流水迢迢》都演过绝世美男，《周生如故》是拥有美人骨的小南辰王，指的是皮相和骨相都生得极好，品德与美貌兼具，比帝王骨还稀有。而任嘉伦最近在《流水迢迢》饰演的魏昭，用倾国倾城。 轰动天下来形容他的脸蛋都不为过。《流水迢迢》小说中描述，魏昭人称凤凰魏三郎，姿容无双，倾国倾城，有多好看呢？裴琰自己也说，就连他们这些常常见到魏昭的人，每次看到他都还是会被惊艳，一般人更只有被帅到傻眼的份。魏昭是月落族人，月落人无论男子女子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但也因为这份美貌。 让月落族人命运悲惨，美男往往被进献成娈童，美女则沦为歌妓或姬妾。而《流水迢迢》小说中，魏昭也是娈童男宠，十二岁就被进献给皇上，皇上对他宠爱有加，有五六年都不曾宠幸过其他娈童。而魏昭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族人，是个十足的美强惨。不过这些小说设定到了剧版都被修改了。 感觉魏章好像比周生如故、周生辰还苦耶。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二，陈赫已饰演杜华年、苏荣清，京城第一贵公子。杜华年，张凌赫饰演的裴文轩虽然也是美男，但小说中描述苏荣清是京城第一贵公子，他是华京所有女子梦中的情郎，不仅长得好看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情商智商都高。老了以后。 也还是许多女子心中念念不忘的旧梦，苏荣清也一直是裴文轩的眼中钉呢，老是引起裴文轩的危机意识。但苏荣清也是个悲惨的美男子，第一世差点被满门抄斩，后来在李荣的求情下虽保住性命，但还是被处以宫刑。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三，刘学义饰演花间令潘岳，天下第一美男鞠婧祎。 刘学义主演的《花间令》是上半年意外走热的黑马古装剧，剧中刘学义演的也是个天下第一美男。《花间令》的男主潘越角色原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潘安。传说潘安因为长太帅，所以每次出门都会有很多女子围着看，甚至向他的车子投掷水果，这也就是成语“治果营车”的典故。大家都说刘学义演这个第一美男很有说服力，他的五官真的好看。 而且还自带一种成熟男人的韵味。剧中潘越对杨采薇一往情深，结潘杨之好，这同样是有历史来源的呢。历史上潘安确实对妻子杨氏一往情深，杨氏过世后，他因为太难过，还写了很多诗句悼念妻子。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四，王星越饰演墨雨云间萧衡，勾人魂魄的美男子。墨雨云间改编自千山茶客的重生小说《嫡嫁千金》。 萧恒在小说中也是个摄人魂魄的美男子。小说形容萧恒是个漂亮的男人，眼角的红痣妖冶的，像是衣裳上绣着的黑金凤蝶一般，眉目含笑，脸蛋漂亮的没有瑕疵。在笑靥长比试上，萧恒一出现，不止薛芳菲看傻了眼，连孟红锦和江又瑶也都盯着萧恒看，是让所有人都目不转睛的美男子。而剧版《墨雨云间》没有凸显萧恒的美。 让剧情变得比较有现实感一点。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五邓伦饰演香蜜沉沉烬如霜，旭凤六界第一美男香蜜沉沉烬如霜，旭凤也是个轰动天下的美男子。剧中形容旭凤容,容貌俊美，一双吊梢凤眼，是容貌位列第一的男神仙，也是众多女仙的私募对象。旭凤还被胡萝卜仙老胡形容为一脸桃花相。 扑哧，君艳佑形容徐凤有张人神共愤的脸，而徐凤投生为怀吴国一王时，锦觅还形容他长得跟妖孽似的，是有多好看啦？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六，杨洋,洋饰演《且是天下》黑风息、风兰息天下四大公子，杨洋,洋的脸来演第一美男很适合啊！《且是天下》中，杨洋,洋饰演的黑风息真实身份为雍州二皇子风兰息。 他化名黑风息，行走江湖，并且是江湖上第一情报组织饮泉水榭的主人。风兰溪不仅武功高强，容貌也是一绝。天下四大公子，他就占了两个名额。因为没人知道黑风息和风兰溪是同一人。原著小说形容他悬衣莫月，俊雅绝伦，雍容清贵，王侯无双。这形容词配上杨洋,洋的脸，很贴啊。 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，妻，赵又廷饰演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夜华，四海八荒第一美男。《三生三世》系列中有许多古装男神，而赵又廷饰演的夜华被视为四海八荒第一美男。小说中描述，夜华一双手长得修长漂亮，有一头十分漂亮的头发，触感柔软，漆黑亮泽；一双眼睛长得十分凌厉漂亮，眼中一派深沉的黑。 不笑时，自然而然便带出几分九重天上的威仪。皮肤偏白，却有许多刀痕，让他更显英气。其实刚开始，赵又廷一直被吐槽配不起“第一美男”这个封号呢。他的古装扮相不是那种典型的古装男神，不过赵又廷的演技实在太强了，越看越帅，最后都被他迷晕了。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吧。 张翰饰演少年四大名捕冷血全京城为之倾倒的帅哥。二零一五年张翰版本的《少年四大名捕》，大家追过吗？剧中张翰饰演四大名捕之首冷血，同剧还有杨洋,洋、陈伟霆和毛子俊等古装美男。剧中张翰演的冷血是四大名捕中人气最高的一位，全京城为之倾倒。每到冷血出行的时候，都会出现潘安治国的局面，少女们为之疯狂。然而。 冷血人如其名，他只会眉间一蹙，纵马而去。张翰近年时常被网友嫌弃油腻，所以往年张翰演的美男角色时常被翻出来吐槽。不少网友回看《少年四大名捕》，都觉得冷血的人设现在看有点尴尬。特别是明明四大名捕中还有杨洋,洋、陈伟霆和毛子俊，但全京城的女性都忽略了他们，只对张翰晕船，被网友笑说很不合理。 不过，《少年四大名捕》当年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，热播时收视率很高呢。张翰在《少年四大名捕》演技也不会辣眼睛，所以很多剧迷都追得很入迷。古装剧颜值轰动天下的第一美男九马可饰演花千骨，杀阡陌六界第一美男。花千骨杀阡陌是六界第一美人，拥有倾倒众生的绝世美颜，还因为长得太美，被小骨误认成女人。 花千骨杀阡陌是让许多剧迷心疼的角色，他是妖魔两界之王，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花千骨，为了救被流放蛮荒的小骨出来，不惜功力散尽，变得白发苍苍。为了花千骨，他最珍惜的容颜都不要了，是真爱无误啊。